大家好，天天放个录音机，这个视频我们不放磁带了，我们来播放这个智能音箱的音源。我们从这个小度智能音箱连到录音机上面去啊，用录音机来发声，我们听一下数字音乐在录音机表现如何啊。一起来听一首民族乐器演奏的茉莉花，这首曲子来自龙吟响宴那个专辑。小度，小度，我在播放。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是 MP3 格式的数字音乐，还不错，这个挺方便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